无所谓风雨，从不会畏惧。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？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，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，可以提出建议。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，要坚决执行。不改变命令。是，李希成是涣散了一些，但这个孩子身上的优缺点都很突出。咱们看人不能带偏见。是。收拾一下，现在就去吧。起好带头作用，展现咱们校方的精神风貌。是。哎，老师，我们笑着来一张，高兴一点。哎，对，笑一下，微笑一下，微笑一下，微笑一下。笑一下，高兴一点。配合配合，就这么难吗？啊，来，学我这样，笑一下，来，哎。那小子就是上次打林哥那小子。哎哎，干啥去？我打他去啊！别打，打不过。怎么着？你在这待着，盯着他。我回去叫林哥。动物园里的猴子都是你这样，也比你这张扑克脸强。你看看，你总以为什么事情都跟你想的那样，你觉得我做不了消防员？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？啊，你们领导这不还是请我来拍照宣传吗？这验证了个什么道理？这道理就是你说话根本就不算数。来，两位老师，我们背对背拿着水枪来一张。来来来，背靠背了，快点，二号赶时间。大哥，人呢？进去吃饭去了，里面。走。哎。哎。小子，找你可不容易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找人啊？哟。几天不见，不认识了。哦，哎呦，大哥，哎呀，大哥，大哥，咱见过是不是？来来来，都是兄弟是不是？见过见过，哎，记得记得。哎呀，我今儿啊，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瞧瞧，眼熟吧？哎呀，大哥，这真的都是误会啊！我那天就是看你喝多了，我想扶你好好睡一觉。对对 对, 对吧？误会。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今儿啊，我也让你误会一下。成，哎哎，别干什么呢？对，怎么又是你啊？那个，我跟他的私人恩怨，跟你没关系。我不管你们俩有什么私人恩怨，有话好好聊，别惹事儿啊。
是啊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是真看您喝多，想扶您下来睡觉。你不能打女人，当着那么多人面打女人不好。我是真的为你好，我才这样做。我去你的吧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下来！下来！大哥，下来！住手！下来！前面，快下来！下来！别打了！干什么？快拍下！快！快去啊！哎呦，等等，走！这就是你要展现的小方精神风貌是吗？啊？一个全市最优秀的消防队员就是这个样子是吗？啊？才跟那小子出去了半天，你就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。宣传照片拍摄中断，场地被破坏，我且不说造成了不良的舆论影响，你个人的发展现在都是变数。站长，我愿意接受站里的一切处分，但是蓝焰特勤是我这么多年的目标。您看，全市消防系统的领导都知道了，站长，我反省，我检讨。到底是调你去蓝焰特勤，还是让你带新学员？等消息吧，请忙吧。还忙了？要不要我进去帮你说两句？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骂你的人在里面呢。哼，真是张扑克脸。站长，那个，我觉得这件事儿啊，不是扑克脸的错。完全就是他们那帮人胡来。你还当不当消防员了？当，当然当了。我看你不合适。不是，站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体检都体检完了，拍照也拍了，这时候你说我不合适？你还知道你是去拍照的？啊，我手下最优秀的消防员跟你出去了半天，就捅出了这么大个娄子来，你能的厉害啊！站长，这也不能怪我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看你是真不在乎当不当消防员啊。在乎，我特别在乎，我非常的欣赏并且崇拜消防员。我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管好你自己，约束自己，谨言慎行。谢谢站长。出去吧。是。请进。哎，小领导，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啊。你来干嘛？给你看一下东西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早点回家吧。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没空。忙着看什么呢？1860电芯啊。你懂这个？我有什么不懂的？我对这个特别熟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认识我李希成，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。你说不说？哦，其实吧，它很简单，1860电芯嘛，它一般都在。
老吴啊，你怎么来了啊？想你了，哎，好久没见了，过来看看你。得了吧你！哎，对了，给你带了包茶叶啊。自家的茶就这么一包。哎，等会儿哪儿喝？哎呀，虚头巴脑的，你什么时候学的？啊，晚了，你学不会。别藏着掖着，说什么事？那个叶启恒进蓝焰的事儿，打住。他不是闯祸了吗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哎，这么多年来，这孩子还是头一次进蓝焰，千里挑一，履历无可挑剔，身上背着处分，对不起，进不来。我知道，可是这孩子真是个好苗子呀。嗯，你说他要不是向着你这块地儿，我告诉你，我还真舍不得放他呢。老吴是好苗子呀，就再长一年，在学校带带学员，接接地气。哎，老兄，实在对不起啊，让你辛苦白白跑了一趟。行吧，那我走了。啊，那个，这茶叶我就拿走了，就这么一包。哎，老吴，你把茶叶给我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明天再说啊。哎，哎，老吴，我说你学不会吧？这次是组织上的决定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改制之后回来一批新的学员，你就负责带好他们吧。叶战，你在这儿呢，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你呢？有事说事。我们的食堂吧，电闸坏了，完了之后后勤又下班了，我们几个怎么弄都弄不好，要不你帮我们去看看。哎呦，我的老叶战，走吧，去帮我们看看去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这灯都不亮了，赶紧，这电闸都坏了，快快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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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挡住挡住挡住啊，站这儿。你们在这干嘛呢？啊！当当当！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都闲的呀？梦涛。偶尔有短暂的平静，倾听着时钟滴答滴，拾起了散落的思绪，也想起你，像是一笑的默契。梦涛，不约而同的生日快乐，有一句话藏在心里未曾提起。看来你们还不够累。哎，五公里，跑完再睡觉。我跑。会有一点顾虑，有些憧憬，一段我喜欢你。我知道每个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，所以想的也就不一样。他们都是我硬拉过来的，吴战也知道这件事，可是他支持我这么做。
木头，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你呢，我也是，所以我跟他们一起跑。你们还在这儿干嘛呢？啊，回去。你也早点回去吧。哎，来了，站长。哎，安定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？人民需要。懂了。明年吧。美人撞在哪儿？在我抽屉里。新学员，新生命，啊，去吧。是。张姐，快出来尝尝，我给你做了面。啊？咦？咦？清汤寡水的，张姐的手艺你是半点都没学到啊你。那是当然了，张姐这手艺整条幸福街区谁能比得上。怎么了？说吧，又闯什么祸了？没闯祸呀。去跟你爸说去。哎，张姐，我交代。哎呦喂，我交代，你用这招治我多少次了？哎，倒不至于闯祸，就是这么件小事。不行。是吧？我也觉得不行。可那个站长见到我之后就一直夸我，说我太优秀了，没见过你身体素质这么好的，还说给我什么高工资，不用让我出任务，还可以做做文职工作。重点是他们还要给我介绍女朋友。啊，我是觉得介绍女朋友这个事儿啊，倒不用他们。但我就在想啊，你说啊，给我高工资，不用出任务，还没什么危险。做做文职工作呢，也挺轻松的。我这想来想去，我就勉强答应了。哎，这太为难我了，真的。哎呀，我这，你小子行啊。嗯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啊，都不跟我商量，通知书都到手了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就这么来骗我呀？桑姐，你别生气啊。大不了我不去了呗。啊，不去了。哼。哎，真想去啊？那我应该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？说。嗯，张姐，我觉得这个工作他不用出差，还能经常回来看你，是吧？哎。好吧，儿子，你长大了，妈就答应你了吧。但有一条啊，咱们娘俩要有个约法三章。好。第一，不能受伤。啊。第二，不能残废了。这第三，这……哎呀，张姐，甭管是三条是十条，我都答应你，你也答应我一个呗。什么？我觉得老赵人不错啊，你对人家好一点呗。你臭小子。哎呦，启恒啊，怎么回来了？爸，怎么还没睡啊？哎呀，睡不着啊。
您这是又想姗姗了吧？以前他隔三差五就陪你下盘棋，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。哎呀，睡不着啊，倒不是因为姗姗的事儿。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吗？姗姗已经走了三年了。齐恒，很多事情啊，咱们得往前看。人这辈子，说长也长，说短也短，不能总活在记忆里啊，总活在过去啊。我觉得，你得打开自己，应该让新的……哎，小子，进到这儿来。爸，我平时消防站的工作非常忙，我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。至于过去不过去的，就交给时间。你呀，别操心了，我陪你下一盘。好，下一盘。我帮你拿吧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就这儿了。胖老彭啊，这段时间多去看看张姐啊。行，哥，家里的事儿你放心。嗯，那你进去吧。行，赶紧回去吧。啊，走了。哎，哥，可记住了啊，哥。哎，田乐啊，你也进消防了？啊，你看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消防需要我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也考进消防了。哦，你也进消防了啊？哎呀，田乐，哎，说实话，你真的应该减减肥了，你不然过后日子没法过。这是消防，消防。哥，我记住了。但是减肥这事儿吧，我尽量。行，你开心就好啊。对了，哥，还有点小激动呢。这以后啊，我进这学校就算有伴了。那是，哥永远都会罩着你，就跟小时候一样，只要有我在，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赵天乐。哥，你说这话我绝对相信。那扑克脸不就是因为你受的处分吗？哎，干嘛又提扑克脸啊？希望咱俩以后别碰上他，破坏心情。嗯，天乐，哎，哥教你啊，凡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。都要处好这个人际关系，咱们首先啊，要先跟咱室友处好关系，然后再跟教官处好关系。哥包里啊装的是上好的茶叶，到时候一送出去，咱可是一点苦也不用受，而且混的那个叫如鱼得水。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，经验。以后都是兄弟。爸，谢谢啊。哎，客气客气。你看这洗发水啊。平时我都用这个，哎，控油保湿特别好。哥们儿，我知道你，去年是田径队200米短跑冠军李海。Nice to meet you。你好，二位，你们俩来了，咱们这屋六个人算齐了。哦，我叫孟凡，怎么称呼？哦，你好，我叫李希成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啊，赵天乐。哎，赵天乐，好名字。哎，哦对，这床是你们的，来来来，我帮你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没事，我帮你。大家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可以啊。两位兄弟。我叫吴斌啊，你好。哎，西湖龙井向南。啊，稍等，稍等。他
太湖银鱼丝，这可是好东西，就这一份。从今以后呢，咱们可就是兄弟了。就这一份啊？哎，不然分给大家，让大家都尝尝嘛。怎么样？都是兄弟嘛。对啊。也行。那我就先存着，到时候咱们兄弟们一块分享。行。那你们收拾。行行行，谢谢啊。哎。任哥，搞好关系你也送啊？天乐啊，送东西这种事情啊，得分情况，随心便。咱们先留着它，啊？哦，集合了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！来旅游的吗？蜗牛都比你们快！立正！教官训话！哎呀，怎么了，哥？你看看这教官是谁？你看，怎么是他呀？叫什么？不够，孟凡。来干嘛？消防兵退伍，重考消防员。为什么？喜欢。叫什么？报告。吴斌。哪人啊？杭州人。严肃点。叫什么？报告。李海。减肥是。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李西城。大点声。李西城。你干不了，回家。凭什么？你来干嘛来了？工作。这没有你要找的工作。救援就是工作。回答的倒是挺溜。你别在这给我捣乱，我会盯死你。我的潜力你没看到？哥，我怎么感觉这机长有点反过来了呢？他知道哥比他优秀，心里有压力，给他点面子，教官嘛。啊，两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，换装。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水上救援的理论知识啊。基础知识分为什么呢？水上救助、激流救助和水底打捞。这里面有个分类，最基本的分类分为干性溺水、湿性溺水、几乎溺水、下沉分解、腐烂和二次漂浮。什么是干性溺水？湿性溺水者和干性溺水者都是死于窒息导致的致命性大脑缺氧，与湿性溺水因呼吸道被吸入的水堵塞窒息而亡不同。叶启恒，这样我就可以离你更近一些了。快，走得快点，速度快点。报告，为什么迟到？我趴下。十秒钟，你要救的人可能已经死了。惩罚你100个俯卧撑，开始吧。赵天乐，这么大个人了，裤子都不会穿。报告，裤子太小，系不上。训练完了，换条大的去。报告教官，训练怎么办？提着。是。李西城，很好笑，
所有人10公里，你15公里。不够。为什么？我看你跑完15公里还笑得出来吗？开始吧。是。所有人向右转，跑步走。冯哲，做完100个俯卧撑后继续完成你的10公里。是。哎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喝水，喝水！哎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来来，谢谢啊！来，给我来点，谢谢。老让我趴会儿，别动我。哎，兄弟！哎，好嘞。一二一，一二三四，一八三三。向右转，休息10分钟以后进行第二科目。哎，撑住，撑住！哎，快快起来，起来！哎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快快快！起来，起来，坐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两位教官，辛苦了，快！哪儿来的呀？这不，刚休息的时候去，刚才休息的时候买的。谁让你私自离队的？吴斌，一点纪律性都没有，今天就给你长点记性。趴下。不要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跑完了，跑完就归队吧。这，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优秀的标准。报告，做完了。解散。是。解散。哎，哥，我走不了了，我腿疼，好像是肌肉拉伤了。啊？来，哪条腿啊？这一条腿。这儿啊？这儿疼啊？你该不会不是拉伤你裤子磨的吧？裤子没事吧？别开玩笑了，我真疼。水没？继承哥，别冷。我这儿有从老家带来的膏药，我妈让我随身携带着，说哪疼贴哪，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好使吗？好使啊！我说咱们宿舍有股怪味儿，原来是这儿来的啊！我跟你说，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，你赶紧扔了吧。有用，特别管用。你不贴怎么能知道不管用呢？是吧？来，田乐，哥给你贴上。怎么样？冯哲，请你把你的膏药处理好，我受不了这味儿。没事。冯哲，把你膏药给我，我帮你管着。我喜欢这个味儿。哎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怎么样，田乐，好点没？哎，好像是轻松点了。是吧？没有刚才疼了。下一组，走得快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哎呦，贴了膏药就这样。上面什么情况？怎么还不肃静？放手！我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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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行！田乐，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直接跳下去？你这样丢不丢人啊？可恶！真不可，我不可。赵天乐不服从命令，这一组速降结束，加罚5公里。下一组。
好，下一个。今天的伙食啊，真不错，是吧？赶紧吃吧，讲话训练。对，没劲儿。多吃点。行啊，怎么不吃啊？多吃。啊？哎呦，我这还是相当可以。多累啊！累是累了。怎么了，婷乐？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。婷乐，我是你哥，所以我实话跟你说，你现在真的应该全方位的提高自己，包括那些什么爆发力、耐力，啊，尤其是恐高，真的。人跟人不一样，条件也不一样。我的身体素质要能和你一样的话，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了。我不饿，我不吃了。想那小子了吧？嗯。今年阳光好，水果长得不错，这不，我给你弄了点。哎，你上次拿的那些我还没吃完呢。没事，留着吃吧。哎呀，你心里想的那事儿吧，我也在惦记着呢。不过你就放心吧。西城那小子机灵着呢，到哪儿都不会吃亏。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苦不苦，你说他在我跟前吧，我就烦。见不着还想。嗯。来来，叫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快快快。起立。坐。我们第一堂课呢，讲讲燃烧。燃烧的本质就是……报告教官。什么事？我有一些这个问题啊，一直想请教一下教官您。你有什么想问的，你问吧。哦，锅里的水如果……没了，着火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报告。说。一般水烧干是不会着火的，但如果旁边有可燃物，就非常容易着火。这时应立刻关闭燃气灶，用湿毛巾盖住火源隔绝空气，随即开窗通风。正确，坐。但如果使用燃气灶，不应该离开太久。还有吗？我还想问一下，那个。如何判断叫什么铁粉燃烧啊？报告报告。说。很多人都以为金属不会燃烧，但其实金属在特定环境下是会燃烧的。判定尤其是粉状状态下，铁粉燃烧很好判断。燃烧时发出耀眼的白光，同时产生黑色固体，即四氧化三铁。正确，坐。还有问题吗？哦，我还想问问那个，我们这个泡沫灭火器的原理。灭火时喷射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及泡沫，使其附着在燃烧物上，隔绝空气，这样就可以达到灭火的目的了。啊，张天乐说得很好，坐吧。行啊，行啊，还好啊，可以。你也坐吧。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。哥，你干嘛呀你？嗯，
干嘛？怎么了？李希成有点过分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哥，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闹？吵起来了。谁闹了？我坐这儿好好的，我闹什么了？你们仨，干嘛呢？出去。出去。上不了了，自找就是啥呀？厉害！嗨，没事，有事。好，我们接着上课。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，背下来，下次我考。天南地北的人奔向同个目的地，只为将每一份疼痛都治愈，来不及的牵挂和叮咛先藏在心里，匆匆留下逆行的背影。或许这是一场最为漫长的冬季，只有爱才可以将黑暗隔离。经历过尘埃风雨迎来更美樱花季，灿烂笑容在阳光下等你，每声呼唤都有人回应，朝着希望。相约这